到學界體育比賽的時間，今集我們會繼續去到澳門運動場，回顧2011學年學界田徑比賽的精華。今集就會看看近年興起的一個跑步團體，到底雪糕田徑隊怎樣由成立到茁壯成長呢？下嘅中小学生放学之后可能会无所事事，又或者四处游荡，浪费时间之余，亦都可能会误交损友，影响前途。如果想改变呢一个状况，而又中意运动嘅话，不如学下佢哋加入雪糕田径队啦。今日雪糕田径队嘅成员如常喺莲峰运动场练习，佢哋嘅年龄分布层非常之广泛，下至小学生，上至在职人士。只要是喜欢运动、喜欢跑步的话，都会无任欢迎。不如现在由雪糕田径队的始创人李伟权、李 Sir 为大家讲解一下雪糕田径队是什么啦。其实就没想过要搞个田径队的，本身自己是运动员，跑开步，那就到做了这么长运动员的时候，想着自己跑不到那么多了，那开始轉型啦，帶隊啊！田總啊，你有經驗啊，你成日出去比賽啊，不如你帶下隊啦。咁帶下之後咧，咁啲學生就話啊，你Sir不如跟埋你練習啦。咁我又自己又跑緊嘅，咁咪同埋一齊跑咯。咁啊跑下跑下就越嚟越多人啦。咁就係咯，慢慢咁就好似形成到而家咁咯，就哇越嚟越多人跟埋一齊跑啦。五湖四海啊，咩學校都有啊，咁樣。雪糕田径队成立至今已经有好多年，成员人数不断增加，究竟是啲乜嘢促使咁多人可以一起在田径场上跑步呢？咁佢哋自己都有目标嘅，譬如其实学生哥佢哋最紧要就系学界啦，咁佢哋都有自己嘅目标，我要跑快啲，我想攞奖，咁但系跟得我哋练耐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即係慢慢 friend 咗啊！即係就算大學畢咗業，你而家見到好多咧，其實佢一新年就唔會翻嚟啊，即刻過嚟呢度一齊練跑。其實佢哋變咗已經唔係為咗比賽啊，同埋真係想見一下啲朋友啊，變咗養成一種習慣，佢哋運動嘅習慣咯，我諗係將運動視為一種習慣，對年青一代嘅學生嚟講，似乎係越嚟越難嘅事。但係對雪糕田徑隊入邊嘅學生嚟講，並唔係咁，佢哋已經養成咗運動嘅習慣。他们喜欢跑步，喜欢运动。在李 Sir 的心目中，最希望学生得到什么呢？有时练习的时候，你鼓励一下我，我鼓励一下你，是的，真的感染回来，变了 你放学就跟这一班人，起码他们不会走在通道玩啊，这样那样啊。我原本跟开一班 去打网吧的，就我想就比较容易就学坏一点。我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他们开心心感染到我来到这里很开心的，我来到这里有一群朋友的，希望角力呢就会赢到一些社会不好的风气或者陋习，所以都是希望他们开心心为主。多年来李 Sir 眼见自己的田径队越来越多人，其实心情又是怎样的呢？看着原本的小朋友啊，到大了他帮我带回人啊，原本他是 被大那班鬧的，到現在他鬧回班小的，即你會看著他們其實是一代接一代，其實都挺好的。現在其實不是只是我一個幫手教的，你看到很多這些他們回來的那些大哥哥啊，他們自己讀體育那些啊，都回來教啊。其實經費就不多的，跑步真的有對鞋咁就跑得噶啦，咁譬如我哋去集訓啊，去宿營啊，其實有限錢嘅啫，一個飯盒，咁譬如我哋去集訓去到肇慶或者中山嗰啲，其實好平，幾十蚊酒店啊，去四日五夜都係五六百蚊，全部都係佢哋自己出嘅，每個學生自己出翻自己嗰份啊，咁就係咯，我哋又冇乜經濟來源嘅，主要都係佢哋嘅爸爸媽媽。其實而家每一個學生，佢哋基本上佢哋日常嘅生活嘅費用都係咁上下，可能佢哋打機啊、買靚衫啊，仲用得錢多過嚟跑步。其實跑步嘅經濟實惠。另外，雪糕田徑隊有一個專屬嘅網頁，
对田径队起咗非常重要嘅作用，亦都系李 Sir 一手一脚经营嘅网页。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個搞啦，咁但係佢哋會俾啲意見啊，有啲其實我成日整啲相啊，咁有啲學生都跟我學啊，咁佢哋譬如我依一排整親只腳出唔到嚟啊，咁佢哋自己會影相啦，佢哋自己會整翻啲相啊，跟住 po 上嚟俾我擺翻上網啊，咁樣其實個網頁真係好大作用嘅。網頁上邊除咗有相片，仲有好多寶貴嘅影片。对雪糕田径队的队员来讲，每个画面都是重要的回忆。啊，系啊，好多好多片，好多片，我哋有好多片睇。咁啊，其实佢哋自己睇翻开心嘅。当一刻唔开心啦，过咗几年之后，佢再望翻，哇，好彩有影低啊！啊，咁系啦，呢啲无价宝嚟嘅。十年时间入边，李 Sir 有冇啲难忘嘅事呢？咁啊，最难忘就系睇住佢哋真系叫做毕业啊，真系有份工作啊。真係乖乖地啊！即係難忘嗰啲就係原本見到佢哋真係一隻腳踏喺隔離啦啊咁啊，但係哦大學畢業啦，終於到啊做老師啊咁啊，即係叫做見到佢哋開心心有份工啊！喺咁長嘅時間入邊，總會有啲唔開心嘅事㗎啦，實有啦，因為猛整啊，有時佢哋唔生性啊，譬如喺而家咁啊，互聯網啊，成日上 Facebook 上到點幾兩點啊，話極又唔聽啊，即係好多啲濕濕碎碎嘅嘢，咁啊會猛整嘅。有時自己話：，唉，我做咩要教你啊？冇錢收，做咩要勞氣啊？係咪啊？咁但係有時就係咁啦。李 Sir 對雪糕田徑隊嘅未來有啲咩嘅期望呢？其實就唔會諗咁長遠嘅。就依一批人，咁我就係想見佢開開心心，依一批繼續努力咁嚟練習。咁啊，有冇人跟住嚟？有冇人跟住接入？其實唔諗得咁多嘅。咪咯，盡量自己做到幾多幾多。今日唔知聽日事啊嘛，我可能而家又整親只腳啊。咁聽日有咩事，其實自己都唔知嘅。所以就做好眼前嘅事啦。唔會去諗太多長遠嘅計劃。阿 John 加入咗雪糕田徑隊已經十幾年啦。由当初跟住李 Sir 练跑的学生，到而家成为李 Sir 入边其中一位的助教，咁多年入边，阿 John 对雪糕田径队有咩感受呢？当初算是慕名而至啦，因为识啲学长，咁佢有跟啊李 Sir 练嘅，就施坤和，咁佢有跟李 Sir 练，咁佢话啊李 Sir 你系人都教嘅，你嚟啊，你有恒心就得噶啦，咁嗰阵时就唔打唔撞就入咗嚟练，一练就练十几年。光阴似箭，十几年过去了，阿 John 似乎深有体会。不同世代的时候个感觉会不同，其实当你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跑步好像是一切，但是当你开始投身社会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开始回来带队的时候，又会觉得希望将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社会上现实面的东西带入去田径队里面，给他们了解到成绩开始变了，感觉上是不是第一位，放在出发点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家都是热爱田径运动，所以才会选择你这里。跟了李 Sir 之后，其实改变了人生很多东西。例如呢？例如以前是没什么人生目标的，不喜欢读书的，读书不知道为什么。跟了李 Sir 之后，他会教你很多跑步以外的观念。其實我覺得跑步就好像一個人生的縮影和社會的縮影，有時你要堅持，你要努力不懈，甚至乎你要接受挫敗，到後面你才可以體會到一些成果，叫做我一定會這樣，希望有人一直傳承下去這種觀念。只要是喜歡運動、喜歡跑步，就可以加入雪糕田徑隊，這個就是李 Sir 的收生標準，亦都是雪糕田徑隊的宗旨。李 Sir 希望可以藉著運動引領學生擁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教識他們一些人生的道理。正如阿 John 所說，跑步就是人生的縮影，只要堅持努力就能得到所期望的成果。真的希望可以帶到終身運動給他們，他們可以開開心心，認識多些朋友，沒什麼壓力之下跑步會開心一點。如果想知道更多，可以瀏覽雪糕田徑隊的網頁。
率先睇嘅项目咧系女 B 啊，800公尺。大家要留意啊，1242号卢校嘅郑雅诗，佢咧今届参加咗800、1500同埋3000，一共系3个项目。李伟未来新星啊，一开赛咧就抢占头位，一路领先。濠江嘅李彩莹、高美食嘅刘瑞婷、赛龙嘅黄善玲啊，第一个圈咧都能够贴住佢嚟跑。进入第二个圈咧，李彩莹啊，仲一度咧领先佢添噃。不过到咗最后200米左右咧，郑雅诗啊又爬翻头，而且就开始发力，越抛越远，最终咧以2分38秒06嘅冲线啊攞冠军。李彩莹咧慢咗3秒左右咧都完成赛事，得到亚军。睇下成绩先吓，郑雅诗成绩都算系咁啦，佢今届咧一口气啊攞咗800、1500同埋3000三面金牌。李彩莹亚军，黄善玲啊第三，刘瑞婷咧第四，何冰仪咧第五名噶。接住落嚟咧，睇下男子 B 组百米飞人决赛，八位跑手当中嘅5号线道嘅杨子贤咧实力最好，不过第一枪7号线道嘅跑手偷步被取消资格，要重新开始比赛啦。七位跑手经过调整之后咧，立即重赛，枪声一响啦，各人抢闸而出，一时之间咧难分胜负。跑到40米左右咧，徘徊嘅杨子贤咧开始带出，而且领先嘅优势咧越嚟越明显，最后咧抛离对手6、7个身位冲线。梁俊维、金志豪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杨子贤嘅成绩相当之好噶，11秒20，抹走咗封尘19年嘅学界纪录，心情啊相当之兴奋啦。睇下成绩先啦，杨子贤11秒20金牌，旧纪录咧由现在持有嘅教练啊欧志权喺19年前啊创下。银牌啊梁俊维，铜牌金志豪，殿军啊邓楚谦。